微笑讲客语 ，Mimi Sale 共好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徐蔚老师，欢迎收看微笑讲客语 ，Mimi Sale 共好吧。今天我们要说的跟服装有关哦，在服饰上呢，男生的衣服不像妇女这么的讲究配备或绣工哦，比较简单一些。但是男士的衣服呢，也注重品味喽。那么在客家男性的传统服饰呢，在讲以前哦，是用唐装来配长裤。那么唐装呢，在客家话叫做统总，统总就是唐装的两个字。以前啊，颜色不外乎就是黑啦、灰啦、蓝啦这些。小时候我在家里常常看到我的阿公，他们穿的就是这个样子。然后再来，我们说口袋啊，口袋呢，在客家话呢是指衫衣衫上面的袋子，叫做三胎，三胎就是指口袋。那个三就是衣衫那个字，胎就是那个袋子咯，所以三胎。那裤子怎么说呢？裤子差很多哦，要学过才会哦。跟我念一次，夫作衫穿衣，作夫穿裤子，裤子叫做夫，所以呢，裤子的口袋就叫做夫胎，夫胎。这样会了吗？好，那我们今天来学小朋友穿的呢，通常布料比较省一点点哦，所以阿梅做的衣服呢，通常以宽松为主，然后就可以穿很久很久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往下面看哦，客家话有所谓的裤头，裤头呢就叫做夫条。裤头，因为裤就是裤子的意思，裤头通常会被上衣遮住哦，就叫做我们所谓的这个裤腰处的部分。好，再来，现在大家通常都是到百货公司买衣服了，很少自己做了。百货公司怎么说？跟我念一次哦，百货公司，百货公司。就是好多货的公司这样。可是大家很喜欢逛地摊，对不对？那地摊客家话呢叫做摊内。哇，你有按多摊内呢？怎么这么多地摊啊？哇，好便宜哦，买一套西装只要5000块哦。好，西装怎么说呢？你绝对想不到，你绝对想不到，叫做 sepilo。 sepilo， sepilo 就是西装的意思。衬衫怎么说呢？虾子，虾子。OK， 原来衬衫叫做虾子哦，虾子衬衫，西装 sepilo， 你穿 sepilo 好帅哦。我是徐薇，下回再学喽，安之在。行政院客家委员会策划。